将军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造孽钱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。谢谢。谢谢谢谢啊！这个刚才大鼓唱得多好，真好。这个演员叫陶婉兰呢，哎，啊，陶婉兰这是艺名哦，哎，本名叫陶俊，哦，两个字啊，他有个弟弟叫陶阳。哦，这是姐儿俩，老是那个京剧神童，陶云胜，哎，啊，那是他亲弟，在唱上都有天赋啊，人家这孩子啊，这么教育。刚才于老师站在上场这儿夸了半天，我很感慨啊，这唱的是真好，是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，真是不错。德云谱曲社这一气儿也弄了两三年了，多好啊！干这摊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，那是肯定。你要想挣钱，简单是不是？比如说做节目啊，拍戏啊，干点别的，是挣钱容易啊，但是做事儿很难。嗯，因为古曲其实很微。对，当年我们就调查市场，发现嘛，没有弹的就没有唱的，没有唱的就没有听的，没有听的就没有唱的，长此以往，恶性循环，这行就完了。可不是，所以我们这是替祖师爷传票，给曲艺续命，这干了这么两三年啊，不敢不敢，我应该的，我应该的。虽说能力有限，但是就是我这个岁数，我还有点小能力，能够把这个孩子让他们在台上站起来，把这行续起来，就以后见祖师爷也有话说啊。这是情，离不开您各位的支持。是，刚才看孩子很高兴，真的，很高兴啊！因为看他唱大鼓，我们差点都入了场了啊！我说赶紧吧啊！我上来了，喝了口茶，于老师喝着咖啡跟那儿，我说你赶紧喝完得了。他跟我不一样啊，他洋范儿啊，喝个咖啡就洋啥。前两天于老师跟台主持，有人看见了吧？你看看，我来了啊，穿一身那个蕾丝的衣裳，哪有？那是牛仔服啊，穿一身那个，跟花一帽似的。你让我穿那个，我打死我也来不了。真不喜欢那个。你看后台看着我，棉鞋、大毛裤，坐了后台，我跟那老头是一模一样的，图个舒适。就是他捯饬的骚不愣登的。什么形容词儿？没有对错，你说啊？啊，就生活方式都不一样。我早上一睁眼，我就得贴上嘴，我就得喝茶。喝啥呗？啊，坐那儿把我那个蝈蝈拿出来啊，再备点吃的，是啊，拾掇拾掇。嗯，这就我的工作。人家不一样，人家得喝咖啡。哎，我这就迷上咖啡了。要就咱实话实说，他还送了我一些个，包括那个磨咖啡的玩意儿，那个杯，到现在我也没用，没喝过啊，没喝。这我也喝。不是说您给人不好啊，啊，确实生活习惯，对，没习惯咖啡没喝。我就听他，你看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去，不走了俩月吗？是啊。好家伙，于老师这出国他可嘚瑟坏了，嘚瑟坏了。外国人喝咖啡喝这喝那的，是。跟人讲这怎么着那怎么着，人研究啊。他就那天我听他说，哎，酸咖啡吗？酸口的，我不知道小孩儿可能知道啊。有咖啡有酸的，对呀，啊，已经酸了，真有啊。没有，肯定高档咖啡才那口。哦，酸咖啡，因为我知道国内酸咖啡主要是几个主要产地啊，国内是什么？山西呀，镇江啊，这些人你来喝主流的，都是喝咖啡。蘸饺子、馅饼、回口都好。我爸，这越喝点儿醋，不是一回事儿。没有那么酸，他那个喝不又苦，怎么
哎呀，酸苦，我一眼一想我就，哎，你说我想吐这里，不至于吧？还喝那个手磨的咖啡，那那就香啊！也咱也不知道这做什么病了啊！啊，这是一种生活的体验吧？习惯，支持您，尊重您，谢谢。当然，您要说要想同化我这事儿，您就习惯不了了。我这辈子我也喝不了咖啡。就不打算，我替你起个誓，你要喝咖啡，你是大的。我替我起个誓，我用你替我起个誓，还手磨咖啡？你对呀、啊，就来一袋那个，哗来这开水一沏，跟板蓝根似的，喝点得了。我干嘛？我受罪呢？我这手磨，哎呀，多着香！早晨四点就起来磨咖啡。我还起那么早呀、啊？哎，不懂。这后来孩子跟我说，你咋四点就起来了？四点就起来，家里好几个管家在伺候。还有管着伺候，那干嘛？于老师才过来，说是词儿漂亮，捯饬好了啊。哦，他这他手磨的都石头的东西，两扇上下的。我怎么磨呀？这两扇石头的东西，我磨咖啡东西，有一个把儿，还有一个把儿在旁边，是吗？哎，哦，于老师过来，扶扶这个把儿，扶好了，哎。拐进点钟呀呀开始磨咖啡了、啊、一般四点多开始，有时候到天亮这点咖啡磨完了，这个劲儿没过去，去点黄豆啊，去点山芋干儿，哎，你拿我当鱼了是不是啊？不是，磨咖啡哪有，我脑子里想象的、啊、他们跟我说，我说喝手磨的咖啡是不是有温度有感情？对呀、啊、我真不了解，这样不行了，活法不一样，哎，只能这么说。这些个事情发生在于老师身上都是正确的。我铁背心都说正啊，您说得生活。不，我其实是很崇拜相声哥。您怎么叫崇拜、啊？他不管是吃喝玩乐方方面面，他比别人都超前。哎，谈不到吧？你看，在、啊、北京，于老师就住的那个八宝山旁边那儿。大别墅，这个超前管什么用啊？但是就近是近，就挨着挨着地名嘛，那个地名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就住在八宝山旁边儿一点儿，往哪边儿？也是八宝山旁边儿，有一套这个烟景房，知道吗？烟景房、啊，怎么着？我挨着烟囱住着呢？就说这意思嘛，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嘛。那是肯定烧人的了。每天，哎呀，这个人他净想我怎么玩那么高兴，是吗？哎，我老佩服你。我天天一天到晚的抽一抽烟，得弄演出啊，给这个孩子成长怎么办？小儿如何？哎呀，我就琢磨这人家谁，我不想这些，人家这辈子比我可值得太多了。哎，叫值，就是开心，就是玩，啊，就是玩。哎呀，今儿想起来，你先说我要游泳，嗯、啊，当时人家就是去游泳。那想游泳了，可不就有时候我啊，我说我一会儿想去哪儿吃个砂锅去，嗯，我就有这么一想法，马上自个儿否定了。去不了了，怎么去不了？待会儿还有孩子上家来给您排练，下午还哪儿得开个会，晚上还有谁？哎呀，哎呀，您是班主，您负责的。我想出去说吃个砂锅去，我就没有那个功夫，来不及。人家这是我游泳啊，人家有好几个管着呢，说喊价那几个，别提那喊价，马上就给安排啊。但是青岛好，大连好，是哪儿哪片海域最近？哇，水质干净，如何如何？还上海里游不行啊？海岛啊。嚯！哇！这鱼儿就送到那儿，你说人家就站在海边儿啊！啊，跟前儿的管家伙计们站一排，只能游上。你看啊，鱼儿哗哗哗！啊，那些管家就不像一房车吗？站海边儿就哇，没有外人，都人自己人呢，把海给包了。你看，就这一片全是鱼老师。哎呦，别人不能下海。哦，这个身子那是拖个一只锅，对，光着。这帮人太好了，有点本事啊！等会儿，我干嘛脱一丝不挂？我上边散步来了，不是先活动开了呀？万一下水抽筋怎么办？我穿好了，活动完再脱不行吗？是吧？伙计们看着，看40分钟啊，肯定是活动的吗？给您穿上点吧。啊，穿上！哦哦，穿上，这才穿上游泳裤衩儿。哦，哎，黑大毛巾被，那倒是，戴墨镜，还戴墨镜，帅。那边给支上凉伞，摆上小桌子，哦，凉啤酒，
青菜鸭凉啤酒，嗯，青萝卜，哎呦，炒黄豆，不用说了吧，这个就整黄豆啊，哎，坐那儿吃啊啊，这是青萝卜，就整黄豆，哎呦，喝凉啤酒，就得一个钟头，就吃一个钟头，看海面沉思，哎呀，生活，我想什么，我游不游泳啊，我这。我这光屁股跟那儿晃了40分钟，我这又坐了一小时，我干嘛呢？我一直管家们，管家们得求我啊。那个李先生可以游了吧？谁求谁要游泳啊？这是游吧？这个因为天太冷了，我们这个军大衣不防寒。不过我好家伙，我坐着吃黄豆是冻僵了，我下不去。你快进腊月了，哎呦，游吧，于老师这才站起来，是哎。抽着烟卷一直抽着，嗯，意思，嗯，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呦，我这个棒子这光着脚呢，忘了没穿鞋，这才缓缓的往海里走，还算身份，还很平静。那是平静，脚都敢沾地了，这个胖子，我就站在这儿吧。嗯，干嘛？我不打算回来了，是怎么的呀？我还走。废话，我守着八宝山，我上这海子荡着去。这干净吧？哎，这我那边烫着怎么着？你听说？哎，你这走的谁到这儿？哎呦，到这儿深了，还垫脚这走，还走呢，还走啊？再往里哗，才开始游。那就是够不着地的，哎，这种身份。当然，这块儿其实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其实人进了水以后，海里边是温暖的，那是水里边到底你别看它冬天，水里边有温度，那是外边的凉。对，就怕一凉一热，对人这个肠胃是不是？那肠胃什么事啊？好，你又喝凉啤酒啊，你又吃青萝卜，你又嚼炒黄豆。喝疯了，就往水里走，水又冷啊，一凉一热，那谁也受不了。您这故事把所有因素都凑齐了，我想了想，吃别的不合适，哎，就吃这合适。反正在水里边，你少下一折腾，海浪一翻腾，于老师这肚子，他一定会有些化学作用，肯定是不舒服。管家伙计就站在一边看，嗯，海面上滴答哟，啪。面儿一层啊，嘎子牛啊，鱼啊，虾呀，马蛤呀、啊，干嘛炸鱼来了？我上您嚼碎了黄豆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大家的理解。我这是游泳去了吗？嗨，爸，有什么可怕？就是这种神仙一样的生活，这是神仙一样生活。也就是您，别人哪干这个呀？换二一个人，他也不配拥有，不配啊！于老师这大半辈子吧，其实咱实话实讲，值得踏书特书。有什么可书的呀？你看看，你肯定会输的。哎，我赢不了了是吗？过去有句话，《幼学丛林》上说过啊：“不凡之子，必以其生；大德之人，必得其寿。”有这么句话啊。过去说这个了不起的孩子，从降生就了不起，就有异象。哎，这说的是您这个。我啊，于老师应该有一小秘密啊，那就是于老师还没出生呢，没出生之前，他父亲、他母亲是分别做了一个梦，但这梦是一样的。哟。做什么梦啊？这个了不起啊！您说说，这个了不起。老太太做个梦也正常，对，老头做个梦也很正常。是是是，醒了之后俩人一说梦一样，这就难得了，梦梦相同。这多好啊！这有点说道，咱不说什么封建迷信，咱就说这事。哎，巧合也是吗？他父亲做梦，对，他母亲做梦啊，梦见就是天上五彩的祥云，哎，然后跑过来一只大麒麟。哦，麒麟背上坐了一个可爱的娃娃，这娃娃怀抱着宝瓶，头顶着莲花，口含玉笛。嘿，孩子来了，伸双手啊！老头这一抱醒了，哟，老太太一抱也醒了。你看，
同时，老两口坐下来了。是，一说这个梦，傻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又一样了。你看，麒麟送一大胖小子去。哎，对呀、啊。老太太，你看小孩啊，啊，长得端端正，是，特别喜庆。我靠，头顶莲花，怀抱着宝瓶，口含玉笛，这都是意象。老头就愣了。什么样？头顶莲花，怀抱宝瓶，口含玉笛。对。哟，你跟我理解不一样。您的解释是，我认为他是抽着烟喝着酒上头。怎么了？我说这一派有福的人也没有这么回事。抱酒瓶子，叼烟卷儿，一脑圈儿啊，手还怎么了？抽烟喝酒上头。别提这个，多么神奇的事情啊！是不一样。哎呦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叫麒麟送子。哎，有这么解释的。后来老头，你是说你是麒麟送来的？对，你是麒麟的儿子。我也是没想到。哦，您不是说到这儿才想起来的？这我在家就这么设计的，乱七八糟的。麒麟送子，哎，那个麒麟就是主贵，那倒是。哎呀，好，那会儿就是个老爷子对老太太，你真好好的啊。这个孩子虽说没降生，以后他不定多了不起呢。还是看出来了，你得好好的安胎，啊，养胎养神，把这孩子生下来。是是是，这老太太这真给劲，比较给劲，嘴壮，能吃，嘿呦，炸鸡、薯条、猪排、羊排、牛排。干嘛就吃这垃圾食品？你看啊，我吃不如爱吃。哦，尤其孕妇啊，是她这个生孩子这前后，她爱吃什么，一定身体需要。那倒是，别跟小孩儿还小，整只的吃，鸡汤汤汤，炸鸡啊，不带头的，黄二郎啊似的。还一点不尊重人。废话，不带头骨头像话吗？不吃不吃菜，就吃这些东西。哦，不是多吃让我儿子琢磨吗？啊、哦，得补，不吃菜，菜不喝饮料，也就喝那个那个，嗯，蜂蜜拌的那个猪油啊，多腻呀、啊！那玩意儿，弄完猪排、牛排，然后吃炸鸡，然后喝这个。这个其实也有情可原，怎么呢？因为你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学，这是他们那个饮食习惯。这是哪儿的饮食习惯？他在哪儿留学？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留学，美国啊，在美国西部。美国西部，西部知道？美国西部，这个美所谓的美国西部，就是以密西西比河啊，以它东西分界。美国所谓的西部，其实占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地界，而且分很多州啊，啊，什么这个州那个州，都属于定人性。不是美国西部，美国西部电影里啊，对对，西部，因为老太太就年轻那时候就写他西部牛仔，西部牛仔，哦，就因为这个上那儿去留学去，上牛仔那儿留学去。跟你们都说不清，不是所谓的美国牛仔呢，其实存在的时间并不长。咱们就看那个电影吧，啊啊，就骑着马，戴着那个黑檐帽子，对对对，戴着枪啊，说的是八根八根的呀，啊，他就是因为从一八几几年末骑到一九一零年左右，哦，那段时间因为这个美国人越来越多嘛，所以对牛肉的要求也多啊啊，所以他每年大概春天的时候会把。在西部放那些牛集中起来，哦，然后送到各地去往出发，哎，就需要大量的服务人员，这个人员就叫牛仔，牛一般六七个人算是一个小分队，送得送上千头牛的是吧？那是能耐，当年他没有别的，就是这帮人带着像一个有头牛的，哦，在路上哎送一送，两到四个月之间完成一个活，你就会开始，所以这是当年美国西部牛仔，哦，这个其实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几乎就没有，那没多少，因为他后来火车兴起了。拿火车运不比那个运强了，说的是啊，但是他是当年历史上独特的一笔，有这么一哎，老太太就喜欢这个牛仔，就研究这个哦。他那会儿老太太还曾经是美国唯一的女牛仔吗？他还当过牛仔，好可帅，有身份是吗？男牛仔这不见了，电影也有，甭管艺术也不是，嗯，女牛仔，女的有身份，你看他一出来给一帮人伺候。先是一帮男牛仔啊，啊，把牛都捆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哟，你妈这儿全出来啊，拿出刀来啊，呼，干啥？牛仔，完了，这叫牛仔，这叫宰牛，这叫哪儿是牛仔？不是，这么大年纪，编剧看不懂。哎，就是在那儿，
留学期间哦，哎，就养成了这个饮食习惯，爱吃这个，是油腻糖的，哎呀，哦，爱吃啊。嗯、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孩子很精神，能需要吗？怀孕的过程当中，老太太没有说害口啊，我吐了，我哕了，哪难受，免得从来没有。那就很舒服，一晃你就18个月了。你先打字儿，不像话。怎么？10月怀胎，我这多8个月呢？老话说得好，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这就对了。秦始皇13个月才生，那人是就这么一个，啊、你是18个月，我比他还大，18个月，一年半。哎呀，好家伙，嘴上急坏了，着什么急？那写着呢，啊，保质期18个月。哎拿我当饮料了，不是不管饮料，只要是食品都是18个月。那是我是什么食上我都哎呀，没听说。哎呀，不生这怎么办呢？这是着急，想辙呗啊！中医、西医看病都找过来哦，没有人能明白，都不行，也不敢瞎分话啊，人命关天的。那倒是啊，万幸。怎么？万幸，您家有一亲戚，谁呀？啊，您家有一个远房的亲戚，常年在国外。怎么个远房亲在哪？那反正这个人印着，你父亲还得管他叫叔，哦，还是个大官儿，哎，管他叫叔，天津话叫外甥。哦，外甥这么个身份，啊、这个先生一直是常年在这个埃及，是远房的亲戚，是远道的亲戚，沾亲带故，但是一直在埃及那边做自己的事业。哦，人家是有生意啊？不是生意，他就是。哦研究这些个，咱说不出来，反正有事儿呗。灵异现象啊，什么科学啊，未知啊，就是了不起的那个半仙似的那个人。哦，他在那边他还挺有身份。怎么个身份？有个外号叫小发老。嗯，小发老。咱不是埃及人怎么给起的？啊，有工作。有什么工作呀、啊？是这个蹦巨仙的。我怎么都没听说过这工作呀、啊？什么叫蹦巨仙呢？我给你解释啊，啊，蹦就如同是跳啊，就这么讲。哎，巨就是大啊，仙就是神啊，跳大神呗。您直接说跳大神这不就完了吗？蹦巨仙的，别提这蹦巨仙，埃及小法老蹦巨仙的，没有这么一个。等会儿回国探亲啊，听到这个消息了，嗯，说我得去。哎，去我得看看亲戚吧。那是，这孩子18个月没生，了不得哦。俩助理就给这小花老抬来了，老有个助理，大高兴官能完哎，怎么还抬来呀？对，他身份在这儿呢，有什么小发老吗？哦，一抬门，你父母这儿毕恭毕敬啊。是，这大院搭进来了，是就跟一担架似的，但是一扣，你又当那儿扛你们家的亲戚，这叫什么身份呢？这是，就这么大，身上都缠着布条。搭了一木乃伊过来呀，在埃及那边用过这么一位来，活的，我废话，放在地上啊，解开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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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都刀开了，是，在这熬活的，你父亲喊你母亲快过来，看看叫叔，哦，两口子，叔也好，叔也高兴，是吗？哎呀，别死了，连脑袋都缠进去了，哎，好，看见您的很开心，是，你母亲说给您添麻烦了，就是。咱这书这个布条里边就光屁股，哎，没听说，怎么哪儿老两口子就没光屁股，老头儿跟这书中呢？找一裤衩儿娘，那废话，穿好了啊，你得看看吧，这孩子18个月还没生呢。哎，说事儿啊，就没报警啊，是吗？人家会做法，哦，他做什么？他就用的他埃及的那一套东西，咱不懂。哦，他没有咒语，你也听不懂。您就是这，哎，听不懂啊？废话，有一哎，我有什么听不懂的、啊？哎，埃及那个咱不懂这个音乐啊。哎，日落西山，哎，月亮天呐，哎呦，埃及离东北不远吧？这个，全一味儿。哎呦，西。山黑了天，家家户户把门关，几月老个婚姻正在上火的路上难，不靠青龙归北海，千年狼我回沙滩，大路快了天，江山风我就不难，难难难不难难呐，哎呀，等着遇见呐，来，划
翻译一下，我不太懂这个。用得着翻译吗？唱二人转都会这个。最后一句唱完了啊，法老啊，快夫妻夫妻一起鞠躬，一起鞠躬，父母一块鞠躬。那是对的。哎，一回头又转，什么？你爸爸没了。我爸上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找找，没了。啊，他也不回来，看见了。啊，那俩助理说，就是刚才您唱的那句，他就没了。唱哪句？就是千年王不回沙滩去了。要不沙滩去？他就走了，是吧？没听说。那就回来呀！你用你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打外边你父亲就来。哎。就到我了。回去吧。怎么不回来？这个没问题。嗯，我做法了，可以了。接下来需要一个药引子。什么药引子呢？得找一个进出口的公司给办这个事儿。至于这么大的吗？是巨资啊，买这个埃及产的铁甲将军一顿。什么叫铁甲将军？翻译成咱们的话就是屎壳郎。您这有点胡来了。怎么屎个浪还是巨资上埃及？别别，您上开埃及地儿拿水一灌就出一串。你在门口那药摊上买点什么药发发呀？对呀、啊，你要上同仁堂买，他就得贵。人那是地道药，哎，值钱就值在地道这俩字上。哦，那是地道啊！你买橘红，你得上化州买，是化州橘红，那是书店。你咱们这儿那就是橘子皮，对对吧？嗯，人参就得吉林野山人参。哦，你别说了，那功效跟罗非差不多。不行，红花咱们这儿叫草红花。对呀、啊，你算算藏红花多少钱？那可贵了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买阿胶，别说就是驴皮、嗯、啊，但是你非得是东阿贡胶，那是好。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跟产地有关系。没错。为什么说非得用埃及的屎壳郎？埃及的屎壳郎，在埃及的古神话传说中啊，他们认为屎壳郎是太阳神的化身。来、哎，看看地底下，各位掏手机你搜一下。哦。你就知道郭德纲这知识面是否很广。屎壳郎是太阳，它代表着生命，哦，代表着复活。你现在就搜一个，每次我上场之前搜完了。你要是别搜，那狗上他不相信。所以说必须用那儿的好。而且啊，这个埃及的屎壳郎三对足，一共是30节爪子上的刺儿，在他们认为代表着一个月30天。虽然是埃及的屎壳郎，跟别墅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个儿大，2.5厘米一个，这么长，大个儿哦，是巨资，那年头花10万块钱，这俩屎壳郎那么贵，找这个进出口公司给代办，那是拿人家剪的盒哦，拿来呀，是假的，俩屎壳郎10万块钱，对，活的啊，还活着，那是，小胖子告诉你母亲，赶紧吃。怎么活着就吃、啊、活着吃活着咽，不许碰掉一个爪儿。哎呦，掉一个爪儿药效就不灵了，难为我妈。朱老太太疼儿心切，那是拿起屎壳郎来，一公一母一对儿，嗯，公的头里是一个尖儿，母、哦、的前面是个铲儿，不一样。拿起来搁嘴，老太太嗓子也宽敞。哦，啊，这俩大屎壳郎下来，谁也没挨着谁啊，就跑下去，太宽敞了。跑下去哦，太灵了！10分钟你就出生了、哟，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不能不快呀、啊！啊，屎壳郎下去了，对，推着你就出来了。哎